勇士队这边呢是林书伟回到了先发名单当中，搭配了张忠宪、新特利、曾祥军，板球被蔡文成抓到。这是一个二三区域防守，林志杰投进了弧顶的三分。哇，区域最怕碰上的就是对方。新特利出手没进，林书伟抓进攻篮板。三分外线是林志杰，今天大家手感都很好。两名球员来卡位了，反而漏了中线的冲抢。嗯，这是目前梦想家在阵容上比较算是弱点。野兽也切一个，哇哦，这要喊暂停了。好，现在梦想家的团队犯规已经四次了。林志杰飞的位出手空心，哇，真的是进攻教科书等级。林志杰球给小夫，背筐 help 赛过来，志杰的空切。哇，这一段时间志杰打得非常活跃。林志杰切入小球，给的漂亮。